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们小组完成业绩以后，每个人奖励5000吗？我们小组一共40个人，为什么只发了5万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亲自跟财务对接过，总共打了20万呢。你骗人！那为什么我们就只收到了5万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个钱是谁给你们的？就是那个王梦，王主管。好。王主管，现在来趟我办公室。郭总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找我过来？王主管，他们销售部上个月的业绩完成得非常不错，我答应每个人给他们5000的奖励，为什么他们说只收到5万呢？这不可能吧？我给他们发的就是20万。那为什么他说只有这5万呢？剩下的15万消失了吗？嗨，我明明……我说公司为什么一直有人离职，我一直找不到原因，原来是因为你们两个。如果不是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，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。我限你们3天之内把克扣员工所有的工资都给我补回来，不然的话我亲自把你们送进去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单要让你们把克扣员工的工资都补回来，我还要每人再罚你们5万，奖励给市场部。啊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难道你们不知道私自克扣员工的工资是违法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只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如果这个钱你们还不上的话，你们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。给我出去！